美达中街纪念病院长期投入帮助民众预防新型肝炎的工作，为了帮助病院出外巡回帮民众检查会当更加便利。3052地区国际呼伦社是关键一台巡回车，也够方便扎出去的超音波机器等等的医疗设备，希望会当让医疗团队更深入社区来守护乡民的身体健康。未了中间纪念病院对2018年开始成立社区健康照顾中心，投入临近七乡镇的社区新型肝炎体检服务。目前为止，已经累计有28000人来接受过体检。为何病院外出帮民众做检查时阵会当更加便利？3502国际呼伦社日前是关进一台巡回车，希望因后团队更加深入社区来守护乡民的身体健康。事实上，我们说台湾的医疗哈是世界一流的了哈，但是。但是城乡的差距还是很大，那当然在我们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医疗资源比较不足的地方，然后也是因为这个交通的问题，很多老人家事实上是很难来就医的，所以这次这个呼伦社给我们捐赠的这个巡回车，当然就是算是及时雨了，也是最切中我们需要的一个活动了，这种公益的活动我想是在呼伦社的加持之下，我们在这个地方会更加的努力，能够让我们的那个乡亲能够得到最好的那个照顾。这个号召大家共同来做公益的社长，其实本身就是婚姻新妇，过程中是非常积极来促成，也真欢喜能跟中间病院做伙为沿海新型肝炎的防治以及偏向医疗资源来做贡献。这个计划在一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部署了。我想说，全球奖助金这个申请案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一定要通过地方，然后我们那个美国的那个癌总部批准，我们可以开始执行这件事情。那这中间的话，我们一直跟长庚医院有在做协调的动作，我们很感谢长庚医院愿意承担来做这个这项的那个任务。我是云林的媳妇，我先生是麦寮人，我想说替地方做一点那个微薄的贡献，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个共襄盛举才能达成今天的那个捐赠仪式。会当照顾到咱附近的五乡镇吼，未了大小市哦、东市、甲大城吼，啊有他的200,000+的人口，啊因为我是在麦寮土生土长的人，那我就因为我老婆要当社长，所以有这台车，我就赶快想办法哈，见到我们麦寮来这样子。啊，所以感谢我们的黄院长，真的很感谢，感谢我们所有的呼伦社友为我们这个南部的乡亲做一个社会贡献这样子哈。未了中间纪念病院刷来是希望能继续来提升偏向新型肝炎的体检率，达成国家消毒新冠的目标。记者王可宣采访报道。